了有关报道，我还注意到，在日本政府单方面作出将福岛核事故污染水排海错误决定当天，复兴厅在其官网上发布了包括放射性元素氚卡通形象的海报和视频，将氚拟化成无害的吉祥物形象，企图给国民洗脑。然而该卡通形象一经发布，就引发日本国内外舆论反弹，包括福岛居民在内的日本各地民众也持续走上街头，表达对政府排海决定的震惊和不满，要求政府倾听民意，不要启动排海。一个多月以来，多国政府、专家、媒体、民间团体等持续发声，指出核污染水排海将给全球生态和人类健康造成严重损害，要求日方审慎处置，撤销错误决定。可见日方一系列洗白操作并未消除本国人民的担忧，更没能在国际社会面前蒙混过关。日方宁可花心思瞒报，也不下功夫尽责，这难道就是他们一直向国际社会标榜的担当吗？日方在外宣上豪掷千金，处理核污染水时却精打细算。日方这样做，不仅会让自身信誉扫地，更要承担损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严重后果。日方这样做，坑害的是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全球生态环境，必须受到正义和良知的谴责。